希望就是台美关系可以往上提升一些嘛，所以他的拜访对我们来说应该会是好事啊，我们也会希望说他可以来拜访我们台湾这样。那对于中国的一些发表或是仇恨言论，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就是平常心看待吧，不会感到特别的害怕或者是特别的恐惧这样。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，对啊，那最终我们也只是沦为别人的棋子而已，对啊，那其实台湾要走出自己的路线很困难，哎呀，我们变得不伦不类啦，哎呀，这没办法。所以其实这次访台没什么意义，说实话，就只是一个口水战，